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小猪佩奇的贴纸书玩具。让猪爷爷坐在这里，猪奶奶坐在这里，佩奇坐在这里，乔治坐在上边，放一个蛋糕，还有西瓜，还有葡萄。哦，这是一只恐龙。乔治过来看一看，后边还有一只恐龙。小火箭要降落啦，小猪佩奇，小猫坎迪，小羊苏西，小斑马苏怡，乔治飘在空中，佩奇跟妈妈来到了游乐场。佩奇买了一个熊猫娃娃，羚羊老师在这卖气球。佩奇来到了森林里，还有佩奇的小伙伴们。地上有好多小动物。猪妈妈来到了雪地里，猪爸爸也来啦。这是佩奇，还有乔治，他们在这里堆了一个雪人。猪爷爷来到了菜园，还有猪奶奶，还有猪爸爸。猪爷爷在菜园里摘了一些鲜花、蔬菜和水果，在沙滩这放一把太阳伞。猪妈妈过来，佩奇也来，猪爷爷和猪奶奶在开船，猪爸爸在晒太阳。这是一辆消防车，猪妈妈是消防员，佩奇也是。这里还有一些灭火器，猪爸爸在敲鼓，佩奇也在敲鼓，苏西妈妈在吹小号，羚羊老师在弹吉他，